是我们的 Rob 对上面面。对啊，今天 John Smith 一直有预告说他今天会拿出他的面面。哇，在还来不及反应，我都还来不及反应，山姆就已经来到69%，nice。可是啊，变成79%了。不过 ，John Smith 也到了62%，看会不会到那个数字呢？哇，比赛才开始30秒而已。我们的 Rob 已经有存在危机了。拳打脚踢，那现在很危险哦，他随时可能都会掉一个 stock， 加上他现在，哦，他还是抓到空隙了，现在 Rob 又回到场，正常，但是又被送了出去一次。不过呢，面面的趴数也同时也来到101%了，所以感觉 Rob 要追回来不是不行。Rob 来到第二个 stop， 啊，刚刚贴面面贴得很近，像是不想要让你用你那恶心的面条碰我一样。对，我不爱拉面，致命球球。这一套又把我们 Rob 刚刚有的那另外一半的场地优势拿走了。不过 Rob 自己一个人爬了上来，我们的 Rob 现在在 Stock 上面稍微有些优势，不过被送了出去，现在又来到了差不多平手的阶段。你的面面一直在给 Rob 施压哦。对，虽然你的 Rob 来到了场地的另外一边，但是还是逃不了被施压的命运。突然发现你们484没有改标题，对，因为是要改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稍微问一下 TO。 哇，来到69，哇，但是69就像樱花一样稍纵即逝。哇，刚刚感觉像是 DI 失败，由片片拿下来第一回合胜利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要先去跟 TO 问一下标题。三五五标题要改什么？标题？对，什么标题？一样是 Winners Round 3吗？应该是 Winners Semi。Winners Semi。我会拼。Winners Semi 这样就好了。对 ，Semi。OK。ADI。好，那又是这一次的场地，一样是我们的 FD， 没有更平，只有最平的终点。我以为你要说一句平，什么啦？分数要换吗？对不起，我都忘了。我应该没给错分吧？好，那我们的第二回合已经开始，将近30秒了。我们 Rob 已经被送出去了，但是我们 John Smith 还像全新出场一样，
仅仅只有不到20%的趴数。一样哦，利用他那个恶心的面条在给我们 Rob 施压，他只是一个想要朋友的机器人而已。哇，已经到了 Rob 已经到这一个 stuck， 不过不要灰心，在比赛结束之前都还有希望。John Smith 来到第二个 stop， 哇，用很重的一拳，感觉像是要给我们的 Rob 来一个沉重的打击一样。Rob 的趴数已经即将来到100%了，哇，又是一个耳烂的球球，用我们的那个意大利面与肉丸。